这是一场木兰传奇的决赛，对，王可汗、安妮莎，哦，连贯性很好啊，对，一直在往前压，王可汗现在还没有做什么太多的动作，嗯，还是在观察对手。 哦，漂亮！前手打得很实啊。对，前手击中了。王可汗呢，一般就是发力比较慢一点。哦，刚说完他就要发力了吗？哦，漂亮！哦，刚刚在换拳的时候，王可汗这个重击的效果就有了。嗯，对。好，一旦两人进入这个换拳的这个。 对，因为现在汪可汗慢慢也找到整个的距离了。对，因为对方啊打组合的能力强，但是力量差。嗯，对，汪可汗呢是在拳组合和拳的重击有优势。对，而且汪可汗对拳的这个感觉啊还是比较不错，在女子选手里边算是非常好的了。哦，又是一个前手摆拳，对。 安妮莎抗击打也是非常不错。也有还击啊，也不错。连续的，王可汗要找好自己的距离，而且在往后退啊。安妮莎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，又打出几个拳法组合啊，对，很清晰的命中王可汗。但王可汗是重，对方是打的多。对。对。哦。 后手的摆拳，王可汗这发力确实是比一般的同级别的女选手重好多呀。对，哦，又是一个一级前手，哦，哇，看看能不能还是用出那种连续的前手平勾拳。哦，这个安妮莎还是，哎呦，高手。 很突然啊！是，哦，就这，哇，最后这几秒钟这个一套这个组合拳好像有点压制王可汗啊。对，如果全部在中间这个，你看安妮莎什么动作都有，近身、缠抱、膝、腿、躲，都有。拳的连击也不差。对，要我多往生脚走一走。 王可汗，不要推太多。哦，后手啊，鼻血已经开始流了。哦，对，安妮莎这个直线的拳法，力量虽然说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她输出很多。对，并且有效的命中都是有的。对，哦，一个摆拳，哦，又是一记摆拳。哦，又是一记摆拳。王可汗心里肯定在想，这么多的重拳，他怎么就没反应呢？对。 因为他其实互都有互重啊，对。哦，转身拳，汪可汗拳这个拳确实是很重。嗯，对。哦，两个人要换拳，换拳的同时还能安妮莎还能起吸，起腿，而且一分开有腿走。对，哎呦，这个真的是很，哎呦，你看又腿法。啊，最后的30秒。 哦，高扫，小心，高扫啊！一个高扫换一个后手，就这种腿法有时候啊还会影响王可汗这个拳往前打。嗯，对。哎，最后的20秒，哦，后手重拳。啊，重拳。 哦，比赛打完，两个人第三局这个节奏加的也是不错。是，比赛结果，蓝方胜 ，by the blue corner。 昆仑决的新的女子世界冠军已经诞生了。